史上最传奇的超级英雄，懂的都懂。什么英雄？蝙蝠侠还是超人？让我来瞧瞧。你快来看看，怎么了？这不是麦乐鸡吗？你擦擦几块？六块。麦乐鸡侠谁的存在？其实我是三轮车侠，每次人家叫我三轮车，我都多凶他一公里啊。最近这个麦乐鸡侠可太火了，就是说有个在麦当劳上班的员工，每次都往盒子里多加一块麦乐鸡，久而久之大家都以为麦乐鸡是有六块，其实应该是五块才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倒是没怎么留意过原本应该是五块还是六块来着，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吧。接下来看投稿。嗯，挂，我操！哪打了？还记得前两天那个进入决斗场地底的 bug 吗？跟这个是一样的，都是用摩托车靠墙，接着点击驾驶强行穿越过来。能去的地方除了这个大仓，还有假山之类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可以苟分，但尽量别阴人，被举报了有封号的风险。评论区很多说是美化包，不对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原作者用的枪是 QBU， 瞄准镜是4倍，但是开镜之后呢，镜面并没有完全打开，并且本该位于枪械后端的装置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画面的中心，所以这属于视角的 bug， 不是美化。我猜咱们这儿也有人遇见过吧。如何超级放大眼睛？我们选择女角色捏脸，打开更多选择输入方案，搜索这个就完成了。传说中的卡姿兰大眼睛啊，大晚上看这玩意儿也太瘆人了。没记错的话，刚出捏脸的时候就有了，其实就是脸部显示错误而已。捏成这样，不仅自己看着不舒服，还容易吓到别人。喜欢捏脸玩法的兄弟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。这多人畜无害呀，是吧？还自带眼镜，原作者也发了捏脸码，需要的自取吧。我他妈贼疼太苦的怒气气。这是边跑步边跳舞的小技巧啊，几个月前就有人发过教程，方法和之前那个奥特曼发激光的差不多，打开表情页面，左右横来摇杆，放开的瞬间点表情就能成功了。不过在队友的视角里才有效，自己是看不见的。一对情侣叫了一辆计程车，准备去女孩的乡下老家游玩，当行驶了一段路程后，女孩一直吵着说肚子饿，男孩拿她没办法，只好请司机让他们中途下车。然后他们进了一家餐厅，准备填饱肚子。就在他们酒足饭饱后，饭店里的电视突然插播了这样一条新闻，说是刚才有一辆计程车被轰炸区击中，司机当场死亡。再仔细一看，正是这对情侣刚刚乘坐的那辆计程车。看完新闻后，女孩叹息着说，要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前下车就好了。男孩听到后火冒三丈，说的什么傻话，要是我们没有提前下车。话音未落，似乎也明白了女孩的意思，沮丧地说道，是啊，要是我们没有提前下车就好了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？18号对这种推理小谜题实在是不敏感。话说他俩不下车不就被轰炸区炸死了吗？真是看不懂。好家伙，这才是正宗的大盘鸡啊，直接拿着枪吃年夜饭，够离谱的。不过这 bug 我倒是没怎么遇见过，有知道的兄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工作就到这儿，愉快的正片环节开始，车速过快，各位系好安全带哦。